医生而家下面咩情况？我啱啱帮病人修补完肺部，就发现佢有一个好大嘅 hematoma。我应该点样做啊 ？YT， 病人出现 SVD， 即刻俾10个 milligram 嘅 ATP 佢。师傅啊，究竟发生咩事？点解 patient BV 升唔翻上去嘅？唐明医生，你觉得出现咗咩问题？我相信由于系血向肺入边流，产生个好大嘅 hematoma， 要马上切除咗下肺炎。方医生 ，hematoma 有几大？应该有1/3个左右肺咁大。师傅，方医生今次第一次做主刀，切除咗下肺炎，佢未必 handle 到。病人呢个状态已经超过20分钟 ，Kenneth 要30分钟后先到，不如由唐明接手。等我接手，得仔，做我副刀。YT 啊，呢个手术要用外边啲医生嚟做，啱规矩咩？院长，呢个时候规矩紧要，但系人命紧要。医院系有规有矩，冇规冇矩就天下大乱。呢一句系 YT 啱啱讲嘅。如果要唐明做呢个手术，除非佢系明成班心胸肺科嘅医生。系唔系明成北嘅医生真系咁重要？救人要紧啦！唐明医生，我支持你加入我哋明成北，而家8票对7票，你正式成为我哋明成北心胸肺科嘅 COS。Thank you, YT， 可以做手术啦。你而家系我哋医院心胸肺科嘅 COS， 都唔系好权，你心机啦。得仔。所以生呢度应该冇咩问题，你落翻去医生。吕仲学，我估唔到你贱到可以用人命嚟要挟我俾唐明入嚟。你知唔知道如果唔应承，后果系几咁严重啊？如果要我同你斗命长，我未必够你斗。不过往后啲日子咧，我可能都会揞住个良心，同你玩完呢场游戏。你要拦住医改方案，我明。但你放唐明入嚟有用咩？阻到我咩？我都想知得唔得？方医生，而家唐明医生来接受呢个手术。BP 几多？5分钟之前注射咗10个 mg 嘅 ATP， 而家 BP 90/77 ，pulse 120。依家只帮 patient 切除咗下肺叶，即系要切除，唔可以试下保留。如果 hematoma 继续带落去，就压住左上肺叶同心脏。戴下块面。唐明医生话点做就点做。Martin，YT， 我通知你。我哋委员会一致通过，正式委任唐明成为我哋明成北心胸肺科 COS。